这跟我在诊所里刚闻到的气味是同款的。这个气味最特殊的，我不认得伊啦。奇怪，吴莹莹的外公身躯顶的芳水味，闻起来哪会这么香？究竟是什么味道让大家这么熟悉，让监狱林凤都忍不住多闻几次？钟莹莹，这是什么味？哪会这么好闻的？我无歹意啦，我只是想讲哦，这芳味，哪敢有一种真清新味道呢？钟莹莹。这什么香水啊？要去倒位买？我嘛想买两三五毛啦。哦，这是我衫裤顶块的味。哦。这超大容量的三大瓶特价组，不是每个卖场都找得到的。我有听过啦，这日本足红的嘛，对不？是啊，只要洗衫的时阵，家里的衫裤放做伙，哦，迄芳味哦，会当维持足久的，而且闻起来，迄味足自然的。哦。有时阵你想要迄味较高还是较薄，你会当家己控制要用的量，真简单。哦，这听起来真赞呢。规家伙啊，衫裤拢会当用。这是阿伯当用，得要一年。有诶衫裤放真久无穿，啊，毋过迄好皮皮还阁伫，真算会好。听总经理用啊遮尼好，那安尼哦，我咪要一定去卖场哦，早几早啊转去啦。没错，最自然的香气就是兰诺衣物芳香豆，只要洗衣前撒入，从洗到穿都有清新干净的味道，让你整天清香气味，送礼还到位。超大容量组合，全家大小用起来，一整年清香又干净。完全了综合报道。关注你了。